几个抖音无人小说直播项目，适合新手小白，每天半个小时操作，单每单引流600块啊，600加啊，1000输入300块。现如今直播非常火热，很多人都看好直播，奈何没有出镜的勇气。这种直播方式不需要你露脸，不需要你说话，但却带来很可观的收益，还可以24小时播。这个项目是个大多数人的操作，通过播放热门小说配上背景音乐吸引人观看聆听。只要有人在直播间通过你挂载的番茄创新下载小说，就能赚取收益。看这包括项目的介绍、前期的准备、实操的过程啊，都有详细的讲解啊，还有项目需要的资料啊，包括收益图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累计收益，这就是累计收益。转化的话也是非常猛的啊，可以一直播一直播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无人小说直播、抖音无人小说直播，就可以下载本次教程了。